不去检查，不婚检，直接让你来试。你的刘一茶、小茶茶，我妈、我爸喊我回来吃饭了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你不要喊我，我还是不去了吧。我喊你啊。不去了，等一下我一定买东西，不买东西不合适。啊，你怎么这么小气？你这个人精打细算，你还是男人吗？买点东西怎么了？哎呀，不是这样的，等一下我买东西又不合适，不合适。哎呦，等一下叔叔啊又不喜欢。你不喜欢你就给个红包呗。哎，每次都给红包吗？有你这样子的吗？真的小气到家了。大家啊，你先别回去，我还有个心里话没跟你说嘞。什么心里话嘛？就是肚皮上不是有那个纹路吗？嗯，我感觉就是妊娠纹，但是我不是妊娠纹都说了。哎，贴心说嘛，反正我不在乎了。那不是妊娠纹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嘞？我说了过两天去检查嘛，你老是认定妊娠纹，我都说了不是了，说了多少遍了。哎呀，我都想了好久了，我一直每天都在想，我感觉是不是这种都没必要了。你想干嘛吧？我想着我们试婚的了，就没必要去检查了。直接试婚不检查啊？啊，试婚的了。你想得美呀、啊、你。我想了很久。干嘛嘛？哎呀，我想着。你去检查嘛，因为花一大笔钱。那不是什么花，这是应该花的，对你好，对我也好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觉得没必要花这个钱呢、啊。为什么？我俩直接试一下不就行了吗？试一下我就知道了。什么试一下？跟你亲一下你就知道我是不是妊娠纹了？你这……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我们说试婚的了。你看着外表老实，内心是火热的，刘一才。哎。也不是这样，就是想着省点钱嘛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纠结我肚子上的纹路，都纠结了一个多月了，你还在纠结这个问题。哎，我都说了过两天去检查不行吗？直接不去检查，不婚检，直接让你来试。你能试出个什么名堂？你告诉我，真的是有味啊！你这人，我怎么就不能试？啊，你能试？你怎么试？你告诉我，请你一下。我要疯了！你一说你这。哎呀，别人都说可以啊。别人说可以，你也可以吗？无语了。我肯定可以啊。哎，这你想直接跟我同居，就直接说，不要拿这个事来说大道理，行吗？反正我决定我不去检查了。那不行的。